回头帮我把这段视频发给那个心脏供体的家属。啊，这算是对那位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最好的交代了。明白。徐医生，太感谢你了。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徐医生啊，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后怕，幸亏你们是乘坐直升飞机提前到达，要不然这位患者就彻底没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 你们落地之前，病人就已经快不行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我们的航班准时到上海，也不一定能赶上手术，对吗？不是不一定，是肯定赶不上。徐医生，幸亏机长安排直升飞机，让我们提前到达了。 就让你掏钱给你弟弟买房子，你这个忙帮还是不帮？你现在跟我一准话。雨晴啊，你爸在饭馆睡觉不睡啊？就在那守着等你回来，这可怎么办？冠晓，我亲爱的二姐。雨晴，我告诉你啊，宝儿的婚事等不了了。爸爸的态度你很明白，不太好，就守着门口等你回来呢。你就等着给我上香吧，你逃不掉的。 我亲爱的，忘了，爸爸的态度你很明白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怎么突然就飞上海了呢？你看，你不是说好了到哪儿都跟妈妈报备的吗？妈妈打电话到医院才知道这个事情，你不知道妈妈会多担心呢。乖乖，手术做完了吗？吃饭了吗？ 哎，上海那边还下不下雨啊？明天能不能回来？几点回来呀？乖宝，妈妈给你炖了虫草鸡汤，托人买的乡下走地鸡。知道你做手术不容易，专门给你留着呢，早点回来啊，不许老让妈妈担心。哎，乖，怎么不回妈妈微信呢？你在哪儿呢？ 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让妈妈看看卫生间，卫生间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。哎，对了，儿子，记住了啊，一会儿到楼下你附近的超市去买一次性的乔丹的被罩换上。啊，吃完饭了吗？你看看，都几点了？哎，这么晚还没有吃晚饭？你看看，妈妈不在，你吃饭都不规律。什么时候妈咪跟你说赶快去吃饭呢？哎，等一下。 我跟你说啊，那 VIP 态度特别强硬，闹的是赔偿都没有用，就是要处罚你。再加上吴奇迫降的事儿，哎，你这处罚一旦成立了，你一直争取的教练机长可就没戏了。行了，明天再说吧，睡了啊。
这位女士。 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我跟你说，你放我下来。你确定不去医院？我真没事儿，以前在航校的时候，那些训练比这个痛苦多了，我能挺住，没关系的。真没事儿，谢谢。 热敷，哎呀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怎么这么烫啊？请听医生的。别烫着点，忍着点。啊，好烫啊！要够热才有作用。 感觉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像也好多了。谢谢啊。你怎么刚好也在上海啊？刚才那么晚出去跑步，到底有什么压力啊？ 医生的问询，病人必须回答。每天一睁眼，就感觉身边全是需要依靠你的人，没有人为你分担，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任何问题。 只能靠自己坚强的挺着、撑着，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心疼自己吧，但是别无选择。你知道人体最强壮的肌肉是哪儿吗？心脏。
你说对了，但我看了那么多病人，也知道心脏有多脆弱。越强壮，意味着要承担越大的压力。如果不及时排解，心脏其实很容易受伤。所以，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严防死守是勇敢，真情流露就是懦弱。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当然更要感谢你今天照顾我。你的腹部痉挛应该没什么大碍了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 叔叔阿姨，你们先来了。刚来一会儿，坐吧。别坐那儿。哎，小王来了，坐吧。这位是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晓，今年29岁，是国际注册会计师，月薪40万。 在四环呢，有一套独立的婚房，我看过李贝的照片，他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叔叔阿姨，这位是啊，他是李贝的表哥。哎，表哥好，请投我一票。我在我爸爸的公司打工，我的互联网公司啊，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。明年在香港，我家其他还真没什么收入，就是房子多。如果叔叔阿姨喜欢的话，可以换着住。 我挺喜欢小孩的，反正家里挺大的，孩子们可以在厅里骑个小车，开个幼儿园的 party 都没有事。这两年呢，准备移民。如果叔叔阿姨有意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过去。叔叔阿姨。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？几个意思啊？就是让你清醒清醒的意思。你自己也看见了，有多少优秀的男孩子都喜欢我们家贝贝啊？你的房子呢？一块砖我们都看不见呀、啊！我凭什么让我最爱的女儿跟着你去过穷日子？哎呀，雷，之前咱不是说清楚了吗？如果房子的事情解决不了，我们也不为难你。 但是你也不想耽误贝贝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儿我就跟你们说一句交底的话，爸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儿子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条心，房子的事，只要你们一句话，不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。 我都愿意做。你真的愿意当我们家的儿子？亲儿子。好，那就把你父母约出来，当面说清楚。这是哪儿啊？雷雷是自己先跑了，本来说好一起来的嘛。哎呀，这事儿你保不张罗，谁张罗啊？他先来，这一来，别调侃他。你看，你就老惯着他，惯着他没样。你这事儿。 哎，幸福就这地方。我到了，不说不说。哎呀，行，雷雷啊，你这地儿啊，安排的不错，是吧？是这儿吧？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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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我叫李爱国。欢迎您。哎，谢谢啊，请我们吃饭。哎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快坐吧，别客气啊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好。哎，坐是吧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对呀，坐呀。哎，对，好。路上好走吗？哎，还好，还行哈。来了多久了？就一会儿。
这两个孩子都谈了半年了啊，咱们两家人今天总算是坐在一起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我们也是刚刚知道孩子们的事儿，是吧？哎呦，贝贝这孩子呀，一看就招人喜欢。可不是嘛？你看，宝啊，你也是的啊，你早就应该把贝贝领回家里，让我们看看。是啊，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嘛，爸。哦，爸，喝茶。好，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妈，喝茶。哎，谢谢蕾蕾。你们也喝呀，哎，你们也喝，你们也喝，我们自己来，自己来，不渴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哎，爸爸，要不我们先把菜点了？哎呦，还真饿了，确实饿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服务员，把菜单给我。爸妈，哎，你们看看你们想吃什么？哎呀，你就自己看着安排。让您点就点。我来呀，来来。哎呀，哎，这个不错哈，这个来一个点，哎，这个贝贝爱吃啊哈，那点点上点一个点一个，松鼠桂鱼这个你们爱吃，我最爱吃了，点一个点一点，好，哎，青姐，你们爱吃什么你们看看呀，哎，你点吧，你点，来，我看看，那我，这个怎么没点啊？这个贝贝最爱吃了，再点个这个，再来个汤，差不多，服务员。就照这些点吧。嗯，好的，您稍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爸妈口味淡，让厨师少放盐啊。嗯，好的。等一会儿，我口味重，加一道毛血旺。嗯，好的，您稍等。哎，蕾蕾，你叫下服务员，让他催催热菜，这才上来几道菜。好，服务员，我们这热菜呢，怎么这么慢呢？蕾蕾，哎，让服务员再拿点餐巾纸，不够了。餐巾纸不就在那儿吗，爸？你还这样叫服务员，自己拿就行了。哎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贝贝，你还吃那牛肉粒是不是？我给你转过来啊。叔叔阿姨，知道松鼠桂鱼是这招牌菜，你们多吃点。哎，哦，好好好。贝贝你也吃啊。好好好。蕾蕾这个孩子啊，孝顺又懂事儿，对我们家贝贝那也是知冷知热的。你看这照顾的，把女儿交给他呀，我们放心。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，咱们两家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好啊！这是丈母娘，您说。我呢是听说蕾蕾想让家里支持买房，遇到了点困难。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孩子们提的太突然了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商量呢。哎呀。以后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困难说出来一起解决。嗯，我倒是觉得这买不买房啊，其实不重要。我有个主意，嗯，不如说出来，二位听听。嗯，哎，说吧，你说。我想啊，让蕾蕾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，送给我们李家当儿子，这样就不用买新房了。嗯，不过以后他们俩的孩子呀，也得姓李。但是你知道哈，现在这个思想都开放了，是二位应该不会介意哈。二位亲家，我们这思想还真没有您说那么开通。不瞒您二位说，我们老关家三代单传，您想想，我们把孩子养这么大，做一上门女婿，您二位觉得这个合适吗？哎，老伴，我们呢也是没有办法，双方呢都是为了孩子。只能妥协嘛，这就是个建议，你得问问孩子们的意思哈。蕾蕾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我是一直觉着我是我们家的父母，我也不想再给我爸妈添堵了。既然老丈人丈母娘那么疼我，我当然愿意做你们的上门女婿啊。哎，我说，你说你这小子，吃菜。嗯，爸妈，要不这事以后再说吧，我们过两三年结婚也是可以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少插嘴。这不是商量吗？也没拍板作数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我们两家都再回去考虑考虑婚姻大事，而且咱们也都是为了孩子幸福着想啊。双方都是为了儿女吧。小沈怎么说啊？
现在只能等待调查结果，所以暂时停飞。多久没说吗？多久还不知道。不是，师傅他也是为了救人，领导总不能不考虑这个吧？反正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如果要处罚我，我接受。这马不停蹄的，就休息会儿吗？本来是昨天晚上的手术，已经延期了，病人不能再等。真以为自己是铁胆的？妈妈打那么多电话怎么不接呢？发那么多微信也不回，啊？你不会从上海一回来就奔手术室了吧？超负荷运转对身体不好，你是当大医生的，这点道理比妈妈清楚。不许老让妈妈担心，知道吗？小玲，哎，把这个登记表存一下档吧。啊，好，好的，徐老师。嗯，秀兰大姐。哎呀，王主任，你们好，你好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金牌调解员徐秀兰同志。好，不敢不敢。大姐，这几位呀，就是我们幸福里小区的调解员，他们呀有棘手问题想请教请教您。没问题啊，那咱们办公室聊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请请请请。秀兰大姐，情况您也了解了。今天啊，他们几个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嗯，是。这个呀，就是幸福里小区的关系困难户的名单，您看看，挑几家典型的，调解调解，好好的给他们上堂课。对对对，是是。没问题，一会儿你们带我去。报告。嗯，二姐回来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咱那天说你房子的事。哦。现在就开会，得嘞。啊，这开会不带妈，这一看又是冲着我来的呗。我就代表你妈的意思了啊。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事儿呢，现在已经发生了质变。宝儿的婚事已经没得商量了，你呢，把你存在你妈那儿的钱全都拿出来，算是我、你妈还有你弟弟跟你借的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爸，你刚才说你们一家人朝我借的啊，那我就想知道，那到时候怎么还呀？借多少时间呀？是分期付呢，还是全款还我啊？哎，关雨晴，你这下有点过了吧？你这当女儿，你还想做爸的债主吗？你太牛了吧你！别，雨晴，你也体谅体谅家里。昨天亲家提出来了，要是没有房结婚，那就得给人家做上门女婿。我关永年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好吧，好了，爸。爸身体不好，咱也别吵了啊。这样，你要不肯出这钱，行，那这房子就是现成的房子，装修装修，一切从简，我就在这结了得了。宝，行，没事，爸。雨晴，你看看你弟弟多懂事儿啊。但是我有一点，就是媳妇儿跟公婆住一起也就算了，再加一大姑子，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就我的意思是，姐。你能不能就搬出去？可以啊，只要你在这里结婚，那我就搬出去啊。你这下太伟大了。那我再提一个要求啊，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把你那房产证上的名字给拿掉。学费的事儿我肯定吃亏了，对吧？现在只要你把名字拿掉，那咱俩就从此一笔勾销，行不行？你就当送弟弟一个结婚大礼，行不行？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学费的事儿？该还的我已经还的差不多了啊。现在我们先说这房子的事儿，把我的名字先拿出去，对吧？接下来再把爸妈的名字也拿出去，是这个流程吧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没你那么有心眼啊！你干嘛呢？你防贼呢你？我就防你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从这个家搬走，没问题。但是把我的名字划出去，不可能。哎，爸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好，从买戒指开始，我就一让再让，可是他从来就没想让我好过。行了，爸，以后要生了孙子，
万一姓李不姓关，这事儿不怪我啊。哎，宝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啊？哎，这夸你懂事，我就是太懂事了。行了行了。你看谁家典型，咱们先上谁家。哎，啊，像这栋101，啊，其实人不错，热心肠，但就是特别重男轻女，把儿子搁在心里头惯着，到现在没有工作，在家啃老。家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我给我打个电话。喂。哎，妈，打电话了，我刚下手术。哦，今天怎么这么早手术就结束了？啊，您现在哪儿啊？啊，我要去一会儿做调解工作，一会儿就会结束。怎么着？要不晚上我们出去吃啊？哎呦，好啊！那您给我发个地址。好好好，我又给你发个定位，你来接我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嗯。我儿子，哎，我儿子可优秀了啊！哎，别拦我！你别拦我！你干什么呀，爸？你听我说，拦我爸，你得听话，你都长大了。别拦我！听话，宝。您别拦我了！别犯浑。我告诉您，您拦我，您拦不住。咱有话好好说，回头我跟你姐好好商量。不行，我今天下定了决心，我就是要走出这个家门。下什么决心呢？啊，谁呀？老关，开开门，我是小崔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崔主任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关，哎，这家里怎么闹哄哄的啊？没，正巧春阳街道的金牌调解员就在居委会上课。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。啊，嗨，欢迎您，崔主任。其实我们家没什么矛盾，用不着调解，您上别的家去吧。啊，老关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有矛盾我觉得这不丢人，把道理说通了讲开了就好了。是啊是啊，那个徐老师啊，你跟老关沟通沟通啊，我还去别的家看看，忙着呢啊。好好，你去你去。您别走，崔主任。小伙子，我觉得你的委屈是最大的，跟阿姨聊聊。阿姨好。哎，阿姨你里边请。好，我跟你细细道来。好，不，请坐。阿姨这边坐。阿姨您渴吗？阿姨您看啊，当年上大学我就已经为我二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现在呢轮到我结婚了，我需要她帮忙了，哎，她翻脸不认人了，您就帮我评评理，您说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？官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帮忙？不帮。那还是亲姐弟吗？听听，听听，专家的眼睛雪亮的，雪雪亮亮的。我觉得不仅是现在帮忙，今后娶妻生子生活工作什么赡养老人他都得帮。哎，阿姨，这些我都不敢要求，他只要把房子事答应那我都谢天谢地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个话说回来了啊，你人生这些大事他都帮你做了。那还要你干嘛啊？你整天混日子一事无成，丢不丢脸呢？孝敬不了老人你丢不丢脸？有点事儿就出去跟人家借钱你丢不丢脸？啃父母啃姐姐全家人放不过你丢不丢脸？爸，伪专家，你来 PK 一下。哎，那个我们家孩子还小呢，您就不能代表说以后他就没有作为啊。现在他姐姐也就是临时帮一下忙，那你得给他机会啊。关永年啊，你的问题最严重了，咱们待会儿再说。我先说说你二姐，他二姐。关雨晴。你叫我吗？对，叫你。过来。你坐下。哦，我觉得啊，你不能翻脸不认人。是是是，你的职业很好，工资收入也很高，但是你在这一家里，你不能够说大搞一言堂啊，那么强势啊，
是吧？你不能眼里没有家里的人呢，对吧？你这是不对的啊！关键妈妈，我再说说您啊，我觉得教育孩子吧，就像种树，你要常修常剪，才能绿树成荫，您说对吧？我跟您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，我呢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的儿子，我是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，对于我儿子的学业、生活、思想、感情，我全都要抓，我全都要了解，我全都把关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我儿子现在非常的优秀，当然我做母亲很骄傲啊。管家妈妈呀，是这样啊，我做调解工作呢，向来是直来直去，哈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您这个母亲不负责任，真的，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这位阿姨，您刚才说震雷还是说我的部分，我觉得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啊，我也会努力的去改正，但是我的母亲在这个家里做了什么，我们当儿女的很清楚，作为女儿不允许任何人去诋毁她。还有您刚才说您用整个生命去对待儿子，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，我很质疑您的儿子难道不会窒息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家教，长辈说话你随意插嘴，我姑且不记。好，还回到我儿子的话题，我儿子从小学就是学霸，读博士仍然是学霸，他到了工作单位，他的专业非常的霸气，领导非常重视。试试说话呀。那我现在能说话了吗？可以，你说吧。我觉得学历和职务不代表素养和品质，您最好呀还是少管一些我们家的事儿，多关心关心您儿子的心理状况，他压力这么大啊，容易掉头发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您呐还是先管好您自个儿的儿子吧。我老婆和闺女什么时候轮到您教训了？还有儿子啊？对呀，还有我儿子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们家不欢迎您，您请吧。你欢迎不欢迎是你的问题，我做不做工作是我的问题。您不是我们请来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街道请我过来，谁请你上家？是村。哎，儿子，你来了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儿子。哎，调解完了吗？这是你妈。哎呀，这家人的素质啊，简直是！别，您说话注意点啊！走了吗？什么谁素质怎么了？他们家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结果。慢走，不送，有空别来啊！好了好了。什么人呢？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他儿子，今天特意上门打击报复来了。是爸。你之前跟这个阿姨认识啊？上回人民公园相亲大会见过一回，好家伙，就那大会，整个就看他一儿子了，瞧他可劲儿吹他儿子，推荐他儿子。哼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谁家闺女要是嫁给他们家了，那可倒了血霉了。咱不学他啊，他有儿子，我还有儿子呢。好，好，爸不生气了啊，不生气，不生气了。爸一直觉得你就是好孩子。行了，好，不生气。儿请慢用。谢谢，客气。来这么贵的地儿吃饭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咱俩好久没一块吃饭了，今天我好好陪陪你，随便点。行。哎，你说咱们娘俩多和谐，咱们家太和谐了。就这老关家简直太热闹了，好家伙！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他们道什么歉？啊？你应该帮老妈说话。妈，他们家人那么多，我不是怕您吃亏吗？也对，还是我儿子。那我点了啊。点。哎，王主任，啊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有一个急诊的病人需要我马上去做个手术，这饭吃不上了。
您随便点，回头把账单给我，我给您报销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治病救人要紧。我走了啊！哎，吃好了吗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这儿子，简直让我太骄傲了。回家煮面去。我帮你拿去干洗吧。不用了，我回头自己拿去洗就行了。哪有时间啊？我看这料子挺好的，万一水洗就毁了。不会的，我知道这个衣服得干洗。那个是需要马上签字的。啊，这个交给我吧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就当欠我一人情。换班完成。杨大夫，病人血压下降了。破口找到了，止血钳。杨大夫，这破口止不住啊。杨大夫，病人血压一直在下降。我按住出血口，快去找徐医生。喂，徐主任，病人陈志武情况危急，请您过来一下。我马上过来。杨明，什么情况？患者现在冠状动脉前降支出血，根本止不住。来，接着看。好。靠近支根部血管撕裂，已经没办法修补了。去乳内动脉，患者需要搭桥。徐大夫，杨宁，是你给我弟弟做的手术？嗯。他现在人怎么样了？出点小状况，但手术还算顺利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！赶紧办手续吧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徐大夫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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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大夫，谢谢你哈，真的没想到。最后还是你给志武做了主治医生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每个主治医生的病人都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有没有人请托都一样。啊，我明白。除了家属以外，没有人比医生更希望患者能够早日康复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谢谢你，因为志武对我姐姐的家庭真的很重要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先去忙了。建林啊，欢迎你就任我院副院长一职啊！张院长，我这是老员工回归呀、啊！是啊，你可是我院心外科的老主任，当初你去国外进修，又参加援疆医疗计划，一待就是几十年，总算是把你盼回来了。心脏移植中心的事，我就交到你手里了。老高必当全力以赴。来，坐下聊。来，站长，坐。我帮您。哎呀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徐阿姨。林杰啊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我那个给清风送汤，我帮您。啊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啊，慢点啊。好好好。哎呦，没事，厨房帮忙把汤加热了。那好了，哎呀，还弄了个保温桶，哎，谢谢谢谢了。这保温桶谁的呀？消毒没有啊？这个保温桶就是清风的呀。我们门诊平常特别忙，他经常来不及吃饭，我就帮他打点儿。哎呦，真好真好，真是麻烦你了啊！哎，您坐，您在这等着。哎呦，我会不会太打扰你了？完全不会，您坐下歇会儿。好，您坐会儿吧。我别打扰你了，你看这事儿。刚取回来的衣服是吧？对呀。
这衣服这是我儿子的呀，怎么你啊？对，这是清风的西装，他太忙了没时间，我就帮他送干洗店，刚取回来。哦，哎，要不是林姐，你平时也是这么照顾我们清风吗？哎呦，阿姨，我这哪算得上照顾呀，都是小事儿，就算搭把手吧。啊。哎呀，林姐，你这来，快坐，坐，哎呀，哎呦，你跟我们清风，你看工作上是搭档有默契，生活上呢你又这么照顾他，算不上，啊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俩是不是没有微信呢？哦，还没加过，加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怎么可能没有你的微信呢？真是不可能的！来，你扫我。